认为眼前所看到的是122轮式自行火箭炮吗？错，这是我们的 GBL-113 型火箭布雷车。过去的战争中，布雷任务一般由工兵进行人工作业，但相比较而言，传统的工兵布雷速度太慢，往往需要几天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布设完成一个雷区，而且仅适合相对静态的作战环境，无法满足现代作战的需求。而正是现代战场的环境造就了火箭布雷车的出现。火箭布雷车是发射火箭布雷弹以实施布雷的专用车辆，一般由基础车、发射装置和火箭布雷弹组成，主要用于快速机动撒布地雷，其射程在1000米至数十千米，整车一次可以撒布反坦克地雷或反步兵地雷数百枚，具有布雷数量大、布雷迅速、安全、及时、省力、效果好等特点，其可以在几个小时乃至几分钟就能布设雷区，极大地提高了布雷效率。